边，耳边，耳边啊！昨天，宝上登了一篇，一位母亲用爱心唤醒了十年吃不成儿子的报道。我就在想啊，那位母亲能创造的奇迹，我为什么就不能呢？十年，二十年，哪怕是一辈子，我唉，五年了，你就这样深深地沉睡着，默默地不理我，我心里暗暗地祝愿着，祝愿着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你醒来了，你醒来了。一斌，你刚才讹了我些什么？一斌啊，你要是真的有了知觉，再重复一次好吗？来呀，来呀，来呀！哎，又是一次没有意义的条件反射。是那场奇怪的车祸，毁了我们原本幸福美满的神话。为什么说是一场奇怪的车祸？那天，你我好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一辆黑色轿车驶动天降，突然向你我冲来。那辆肇事车原本一定是冲着我松云天而来，可就在这危急关头，你奋不顾身将我推了出去，司机却倒在了血泊之中。五年了，我抹不去当时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啊。还记得我们在春江边的那次漫步吗？你说你从小就梦想春江能有一座大桥，我说这是个梦想成真的年代，明天的春江一定会架起一座跨江红桥。时隔三年，
他就孤转京城，苦不到三个月，轰然一声，好似医院的大叫，是我们班的垮摊。司令要成立专案组，彻底调查队伍杂工程背后的腐败。一斌啊，这段时间我的工作会更忙，不过你放心，我会请一位小阿姨来陪伴你的。我已经来了。你是谁？我就是家政公司介绍来的保姆。你怎么进来的呀？门口让我叫过，你没有应声，我就进来了。哦，你叫过我了吗？嗯，刚才你神经专注地和阿姨说着话，所以我你刚才说是家政公司介绍来的，与那介绍信与我姓方，叫方小猴，猴就是猴花的猴。猴花的猴，使人联想到出污泥而不染的规矩。方小猴啊，我的家在一个大山角落，我不想一辈子埋在山里，所以到城里来当了保姆。你以前有过护理我妻子这种病人的经历吗？家政公司十号让我先试用一个星期，要是主人不满意，可以随时把我辞了。那好吧，我先把你的行李拿到房里去。不要动！叔叔，在包里全是些女孩子的用品。我那好吧，你自己拿进去吧。喂，我是孙云天。哦，是李书记啊，请组织放心，我已经请了位护理疑病的小阿姨，随时准备到专案组报到。什么？司令一闪。李书记，我马上就到。宋叔叔，我以为你醉了呢。我是要醉了，忽然想到你初来乍到，是不是需要些什么呀？没有没有，宋叔叔，你有事就快追吧，家里有我呢。那好吧，拜托你了。哎，好比乌贼飘。
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是他呢？几位公子多年杂而无数，我这心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沉重而迷茫。从你那眼中的脸色，让我感觉到你将做出的抉择是关照我和他的生死存亡。不，简直是我不能相信，这难道是为真的？谢天谢地，你坚定的叩问简直就是我的福音。可这一份份举报信使我不得不信啊。谁？是我。宋叔叔，你回来了，我想着你了吗？哦，自从原先的保姆一走，我这个家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来过外人了，也是今晚了，请了一位小阿姨了。我来这里都一个星期了，可你每天也早里去，半夜回家，连正眼都没有看过我一眼。这段时间工作太忙，顾不上管着你了。家政公司十号让我先试用一个星期，今天试用期满，不知你对我是不是满意？对了，自从你来了以后，我这个家可整洁多了。看来你是一个能干的小阿姨。哎呦，你这句话我大概不会被主任指了。当然不会了。啊，宋叔叔。啊，你有什么话要说？算了，我一个当保姆的去听那些谣言干什么呀？谣言？什么谣言？我是在菜场里听人说的。说什么了？有人说春江的大教案把林副市长也牵连进去了。哦，我怎么没有听说呀？宋叔叔，你真的没有听说过？你不是说那是谣言吗？可我啊，从来都不会听信谣言的。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啊，宋叔叔和林市长的关系非同一般，你当然是不会轻信谣言的了。你怎么知道我和林一山关系不一般呢？难道不是吗？无意间的。五年前，阿姨与错误生命在位，正是林市长的一切好事全救了他，所以你心里一直很感激林市长，不是吗？就为了来我家当过保姆，连这样的背景你也做过调查？宋叔叔，你怎么会那么设想我？难道是出于你的职业习惯吗？能对我的背景实属家政，恐怕也不是一个当保姆的职业习惯吧。要是你怀疑我是个外人，那我马上就离开。等等，即便你要走，在离开以前也必须对我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你看，这五年前，林市长为强加的见义勇为，照亮鲜血，昏倒在宣决间，官人士气累积矛盾，你把这一份份牵挂。Thank you.
但愿我的好奇心没遇上了你的是真心。我一个当保姆的，这就主人满意就谢天谢地了，还讲句什么是真心？小王，小王。Cheers.
光之下有暗影，为什么偏是他成了五百爱的敌人？宋云天，哦，省纪委调查组到了。好，什么？马上对林一山立案侦查。追！小哎，宋叔叔，你叫我意思吗？你谁啦？哎，正做着梦呢。那我不可以叫醒你了。啊，不不不，宋叔叔。小啊，哎，我要出去，别忘了，阿姨房里的窗户要经常开启，要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你在接谁打电话？啊，是接我一个同乡。脸色为什么那么难看？是接我那个同乡，气的。你们吵架了？对，刚才在电话里，我和他大吵了一架。他是个没有新冠的男人，如果是面对面，我肯定一把砸破他的脸。小，啊，你为什么要撒谎？怎么，你不相信我？对方根本没有接听你的电话。你怎么能和他大吵一架呢？宋叔叔，你这样监视着我，是怕我捐出你家的什么宝贝？要是那样的话，我也就用不着担心了，因为我家一无文物古董，
而无情人之报。那你为什么去而复为？这不是解释我，又是什么？我为了，是因为我不能穿着睡衣去工作。我叫你去拿外套。等等，小娃，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我一个女孩子，难道就不能有一点自己的隐私吗？既然那样，我也就无话可说了。不过，不过什么？其实从你走进我家门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你身上有一种神秘感。你，那是你咋暗子多了，故意神经过敏了吧？我将你好友一比，比什么？你就像一个站在十字路口找不到家的孩子。我没把你拒之门外，是怕你万一走错了方向，就会永远找不到家。我该向你道声歉，是我当叫了你的好梦。不不不，我还没有睡呢，做什么梦？那好吧，你早点睡吧。哎，身体落地呀！你来干什么？也许是来告别。刚才我正陪伴着病重的母亲。啊，你真是个小子！小子，小子和孽子无非一时之差。刚才他接了一个电话，直升机为调查组到了春江。你消息真快。所以。你就吓得像这进了宫的小鸟，就想尽快飞回深山老林中去。快吧，我真的害怕。是啊，我也害怕。坐牢、杀头，谁不害怕？不至于那么严重吧？刚才我坐在母亲的床边，看见母
亲那双慈祥的眼睛，甩动着对儿子的一种自豪感。我忽然感到害怕，我害怕母亲那双充满自豪感的双眼有朝一日会流淌出缺少的泪水。我真的痛恨，我痛恨自己为什么就……事到如今，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可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的人生会在最辉煌的时候脱身坠落。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另一生就要为老百姓办一千件一万件功德善事。我为让母亲的眼中永远闪动着对儿子的自豪。可是我恐怕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你还是去止水吧。啊，我可以去止水，可即便止水能挽去法律的状况，我的政治生涯也从此结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事情后悔也来不及了。不，也许我还有机会。只要能过这道关，我一定能再创辉煌。关键就在宋云天身上，他是壮安组副组长，只要他忙开一面，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宋云天不是你我想象中的那种人，他和你，他和我不一样，对吗？当算了，当算了，我要管着几百万人的吃喝拉撒睡，油盐酱醋茶。可他宋云天管的是机械，说得好听叫原则性，说得不好听叫一根筋。可你要记住，他也是个男人，是男人就会有男人空洞的说定。不，我不牛啊，我不牛啊。那好，事到如今，我也不能强求你什么。我是自作自受倒也罢了，我是不忍心啊，我不忍心你也跟着我一起掉进那万劫不复的深渊呐。三代，
我丈夫是普通的人，在很多人看来并不寻找的事，他却认为是天经地义。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凭什么成了这样，还能牢牢地拴住一颗暖人的心？我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不幸是我和她近在咫尺，恰似重演，可我于是最幸运的女人，因为我最爱的人总是把希望的阳光送进我的心房，把希望的阳光送进心房。哎呀，刚才你碰了我想死吗？难道你真的醒过来了？真的醒过来了？又是条件反射，叫把弹缸打开。宋叔叔，今天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啊？啊，今天也是你的生日？是啊，啊，一定是从我的身份证上看到的。你看，连我自己都忘记了。可你那么忙，还请我买生日蛋糕回来。宋叔叔，你的女人都是那样的细心吗？小，对不起。我并不知道你和阿姨是同一天生日呀。哦，你是叫阿姨买的。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就算这颗蛋糕是宋叔叔送给你的，我再去叫阿姨买一个就是。不，不不不，宋叔叔，叫一个植物人过生日，真的会有什么意义吗？我临走时对你再三关照，阿姨房里的窗户要经常开启。哎，这房里的空气糟糕透了。算了，叶医生，不你开窗。那我就不打搅你们了。这段时间重案组正处在攻坚阶段，我已经好些天没回来看你了，可今天是你的生日，说什么我也不能不回来陪你呀。现在啊，人家过生日包饭店邀请人，
好一番年老啊。可你的生日只有你和我，这样更好，每一人当教的两人世界，一个温馨而宁静的空间。十六十七，光阴似梭，可你怎么就那么贪财呀？睡得是那么沉，睡得是那么香，你怎么就不早一点醒过来呀？帮我下个字，帮我洗件衣，哪怕是哄我办个罪，哄我吵个架，哪怕是对我老讨个没完没了，再听一听我这个大丈夫发一发小牢骚，我怕你醒来呀，我怕你醒来呀。Thank you.
做什么？今天不也是我的生日吗？我想我阿姨好像也去庆祝。对不起，我并没有打算邀请你啊。你以为阿姨她真的会醒过来吗？在我的心目中，她一直都是醒着的。笑什么呀？我想你其实是个很不严实的男人。什么意思？阿姨她不会醒过来了，她永远也不会醒过来了。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上不光是到处有人在骗别人，也还有人在骗自己。你说是谁？不是说我，那就是说你。因为在这个房间里，除了你和我，没有别人。还有我的夫人。可她是个什么人？请你不要当着我的夫人。你妻子她明明醒不过来了，可你还把她当作健康人那么施舍上，这不是自欺欺人，意思是什么？你与我出去。五年了，你一直都和一个什么人睡觉？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样的生活正常吗？你想干什么？我想帮你重新找回男人的感觉。年纪轻轻，怎么那么不知死而死中啊？真是心理变态！变态的是你！其实你心里也非常清楚，你一直生活在过去的阴影里，为妻子发展的愿望占据着你的心灵，你把所有人都当成了是美色你妻子的演绎对象，你以为你是在伸张正义？不，这正是你睡着过名存实亡的妻子而造成的变态。从今以后，再也不许你打进我妻子的房门。对不起，对不起，我为刚才的举止而羞愧，可这不是我的本意。不是你的本意，竟是别人的手艺。做保姆的居然和市长保持着热线联系，完事不省吃零一三，谎言说得当当响，这不是一根尾巴露真相，你虽然只是立我的为的事，暗中偷听通风报信，把应对之策来商量，你机关算尽作为账，倒不公。
天地也一双。不，不是几座是几堂，并非水谷林是山，大桥金漆千层老，柳叶飞雨满街扬，林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和尚不是我宋永天所希望的呀。喂，我是宋永天。什么？林一山高官自杀？只有老夫才会选择自杀。流了点血，能见到你这位范无影用，不亏。怎么说，自杀是假的了？我为自杀，是我不小心让玻璃划破了水网。流了不少血吧？啊，云天，那你枪决疑兵，我输了多少毫升的血？哦，1000毫升。哈，是吗？我差不多都忘记了。那你我一次能输1000毫升，今天流那么点血，不过是毛毛雨，离死人还远着呢。我明白了。哦，你明白什么了？一山，自杀。
敬我？难道你宋云天还不了欠我？我林一山肚子里有几根肠子，脑子里有几道弯子，甚至我的水心上有几道为人民服务留下的老茧子，你还不一目了然吗？是啊，是啊，是啊。说句心里话，我是多么希望你还是我曾经那个了解和敬重的林一山啊！可是。你真的就那么死心？你能对着朗朗天日蒙着胸口大喊一句我林一山是清白无辜，天日可鉴定，恐怕你不管吧。云天，你们究竟抓住了我什么把柄？我又有什么把柄可让你们抓的？是亏好钢就能今日得起神武才当，只有朽木才。算了算了，你有你的纪律，我不让你为难。你走吧，云天，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好好照顾乙病。她可真是个不幸的女人啊。一山，我代表乙病谢谢你。哦，对了，余国成在我面前为你说情呢。你只是我妻子吕春言，他有精神抑郁症，多疑多猜，没办法。说出来恐怕你会不信，他可是我家的一个小保姆。你家的小保姆凭什么为我求情？他说你曾经对他提供过无私的帮助，他要对你投桃报李。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我帮助过的人也不在少数，可我怎么记得住谁是谁呀？可专案组为你保证的那部手机上记录着唯一的一个电话号码，你总该记得吧？对不起，我不记得了。你那好吧，你多保重。
嫂，是你呀、啊，小好啥？哎，不用不用。明天我早该来，我来迟了，真对不起你、啊。大嫂，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快起来！我不起来。哎呀，快起来！我不起来。哎呀，起来呀，大嫂。大嫂，你不是一直住在医院里吗？怎么出院了？出院？我这辈子怕都出不了院了。云天，我今天是来娶你，我是来向一斌谢罪的呀。大嫂，这话从何说起呀？觉得从一病遭遇的那着从何起？大嫂，难道你知道那张错后的内谋？那虽然是五年前的事了，可他天天在我眼前重演，都快把我折磨死了呀！大嫂，你快告诉我，你快告诉我好吗？云天，快借我根烟。怎么个时分？我正想休息，突然电话响了起来。我正想拿起话筒，不想林一山比我先接起了电话。喂，哪位啊？当时电话好一阵没有音色，我正想放下话筒，忽然听到：“是林副市长家里吗？”林副市长？哦不，你当错了，这是林局长的家，不是林副市长。哎，我们春江也没有姓林的副市长啊。你不姓林吗？我是姓林，可我不是林市长。喂，你是谁啊？是支持你当选副市长的人民群众啊！谢谢你们。不过这次我这个副市长候选人是我宋云天同志差额竞选，最后究竟谁能当选，可不一定啊。那个姓宋的，这些年来在台湾中得罪了那么多人，还会有谁投他的票啊？恰恰相反，宋云天正是反腐败而深得民心啊。看来要把林局长扶上金銮殿，还真有一点难度哦。谁上谁不上，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林局长，这话言不由衷了吧？可我总不能去公开请求人民代表们来投我的票，你说对吗？只要你点个头，我保证明天让你一举成功。要真的那样，我可要好好谢谢你喽。好，有你这句话就行。喂，你究竟是谁啊？古代的包公被人称为包青天，是因为他额头上有一个月亮。其实那不是月亮，而是一块伤疤。那个姓宋的不也想成为青天吗？可他额头上没有那块疤，我们借他桌上一块。喂，你们可不要无赖啊！林副市长把事情交给我们来办，明天你就在家里等着好消息吧。喂喂，
喂喂喂喂，你怎么又偷听我的电话？叶三，你刚才为什么不阻止他？要知道这位杀出什么好事吗？我今年正好45，失去这次机会那又怎么样？我们不追钱，更不追船，做人一生平安比什么都强。叶三，你快去把刚才接你打电话的那个人找出来，阻止他，一定要阻止他。夸你神经兮兮的，我想他们也不至于会做出什么太出格的事吧。可那个神秘的声音听得我心里一阵阵的打颤，你要是不赶紧阻止他，只怕会后悔莫及。可电话已经挂了，你让我到哪里去找这个人？你马上到电信局去把那个匿名电话查出来。亏你想得出，我要是到电信局一查，不就将这件事推露出去了吗？ 你让我今儿怎么在官场上稳？你在乎人意，却不顾后果。叶三，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叶三。那好，我这就去陪着宋云天，在明天竞选之前，我24小时一刻都不离开他，可以了吧？喂，喂，林副市长，恭喜你了！你们挂了什么？林副市长交代的事，我们能不尽力办好吗？你无事，我什么都没交代。什么都没有交代，就等于交代了吗？尊敬的林副市长，我们可是为你冒着大风险的哟。从今往后，我们就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八兄弟，你可不能辜负。擦脚哦！喂，你们对宋云天究竟干了什么？林副市长，不妨去医院看看，那里正在上演一幕生离死别的神剑背剑呢。喂喂喂喂喂！我去医院。Thank you.
接听的电话是我打的。什么？是你打的？我想一并和你关系最亲密，想请你来照顾一并。林一山，你看看这一张张从当年各种报纸上剪下来的剪报，我一直把它珍藏在宜宾的枕头底下，是想等他醒来的时候第一眼就能够看到他。可谁知这官人世界的背后居然还隐藏着一个骇人听闻的阴谋。林一山，也是七尺男子汉，你也是二十年的老党员，你也曾当起下信誓旦旦，你也曾生生路上高过万。为什么你阳光道上心的阴暗，竟不知一个月子把心凶暖，做着英雄还活真鬼美了也真可畏，一股神子比瓦简单，真假美车两个字间，生黑我是法力难用林一山，恰不知你那一片一那是何装点。接了他的老弟，我本来只想替他求情的呀，可你不但没有为他求情，反而出卖了他。要是出卖，是他早把自己出卖了。你站住！我倒想站住，可站得住吗？这起自动的气冲，正像万丈月牙冲去。尽管我喊破了喉咙，可错顶不住了，眼看着就要粉身碎骨，你懂吗？顶不住了，顶不住。你不配做他的妻子。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跟我讲话？我是宋家的保姆。哦。放小，你是怎么知道的？你看看这花年单上写着你怀孕了。你的水里，我女儿以为那两句要摔下月牙的丑脸，这手是我他，现在看来还有一个，那就是你。就是你呀，就是你呀。
东西，他复印了几十张呢？你玩不懂吗？复印了几十张，他为什么要那么做？那该问问你，为什么来接宋云天当保姆？天作孽，煞口恶；神作孽，不苦我呀！为什么到宋云天家当保姆？我念他，他复印了几十张。不苦我呀！到明天，不苦我，就会铺天盖地，满天飞舞。不。Thank you.
心向往的灵玉山，总以为暖乔枯，腾讯的心心无完，为日不完。站住！外面黑天黑地，又暴雨倾盆。我不怕，我不怕。不怕你为什么要打包？因为我怀孕了。你无色？你见过拿自己的名誉来无色的女人吗？什么意思？一个陪伴着十万人妻子五年之久的孤独男人，身边忽然来了一位容貌还不算差的小保姆，耳鬓厮磨的过了两三个月，小保姆怀孕了，你说这孩子会是谁的？你真厚颜无耻！我是厚颜无耻。你看看，这是我怀孕的化验单，同样的纸片，可以复印几十张，甚至几百张、几千张，散发出去，铺天盖地。你真认得字吗？你小小年纪怎么那么恶毒呀？恶毒的不是我方小荷，而是他林一山。林一山是你什么人？林一山是我们小百姓的父母官。那你又是林一山的什么人？我是林一山保养了六年的儿子。他骗了我，我以为他真心爱我的，想到他不过把我当作随时可以杀去的棋子。管他是死珍宝，忠贞清廉啊！天是那么的黑，他要是塌下来，就没有我躲藏的地方。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我是不是成了林一山的同案犯了？那要看你自己的选择了。那你还等什么？把我抓起来好了。当初明知你累赘不算，我为什么没把你拒之门外？你想过吗？你说我就想过站在十字路口迷了路的孩子，要是再错了方向，
就会永远也找不到家。可我已经没了家。像一只落水的羔羊，我站在你的背后，看到了你正向往着阳光，小欧。深深好比金彩的绿荫，有心。错马并川，一路
声声夜雨却到夜静，只要你心中藏有太阳一冷能够步步追问，挣扎，只有藏在我这个专案组副组长家里才是最安全。林山，你真是机关算尽。嫂嫂嫂，我现在才明白，于先生怎么会那么怕你。方小厚，你能做出明智的选择，我真为你感到高兴啊。心来当保姆的，明年上市来照料阿姨。可事实上，这两三个月来，连一天也没有真心实意的陪伴过阿姨。明天我会跟你去自杀的。今天你就让我真心实意的陪伴阿姨。不是，你还不愿主动说清自己的问题？你认为我真的有什么问题吗？今天不谈你的问题。想必你也不会是来谈我的功绩。今天我是来带你去看一个人。在我堂堂正正从这里出去之前，我什么人都不想见。你胸口要是还装着一口神仙的话，你就该想想你的母亲。我的母亲，宋云天，我们都是男人，男人之间再怎么样，我无话可说。可你不该惊动我的母亲，要知道她不仅仅是我林一山的母亲。正因为她不仅仅是你林一山的母亲，她是一位令陈江和你们失乱起劲的老人，所以我会冒着风险为你做了担保，上演去见老人最后一面。我母亲她怎么了？我母亲她怎么了？老人家，昨天听说了你的事，当然去。妈，妈，
想让你再听我喊你一声，妈。儿子，你来了。妈，儿子看你来了。妈看到了，可你脸上为什么那么灰暗啊？妈，儿子我已经我儿子总是那么红光满面，像我这个做妈的呀，一看到你心里就那么的酸和自豪。可今天的你
这么伤疤一结就像落泪儿子我们走吧妈你想去哪里该去看看你父亲了哎受了表彰的时候母亲你作为高兴的细泪纵横你一定为夺不来到这座埋着我父亲遗骨的烈士陵园在父亲的墓前点燃一支泣血不为得你的父亲死我们的儿子已经不老可今天把带着你一起来到这里你又能得你的母亲死心死梦呢妈儿子愧对九天之下的父亲啊你是怎么是想教导你父亲不得安心吗儿子你还能找到你父亲的墓碑吗儿子能找到父亲墓碑上的碑文还是儿子亲手题刻那好你就替妈找找看
找不到了，是吗？妈，我在找。你永远也找不到你母亲的墓碑了。为什么？因为你母亲的墓碑上已经满于了碑文。不，母亲的墓碑上明明是有碑文的。妈，将他抹去了。为什么？为什么要抹去碑文？为的是让你母亲的英文不随儿子玷污。儿子不孝，儿子不孝啊！忠孝不能两全，爸不去你丈夫世间尽孝，怎么为国尽忠？儿子睡了五十年的瓜，儿子却让你失望啊！妈，只睡了五十年的瓜，可妈睡的不是白发，而是心。找到了，死了。
这样我就放心了，因为你不会再去打搅你母亲了。我们小时候一起听过的那个故事吗？那是个关于母亲和儿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贪婪的儿子，受尽了母亲身上的一切，还用一种不满足的眼光看着母亲。母亲问他：“儿啊，你还需要娘的什么呀？”儿子说：“我要娘的心。”母亲就把自己的心掏给了儿子。儿子捧着娘的心，欢蹦乱跳，跑出家门，跌下一跑，摔了一跤。可此时，母亲的心问出的第一句话是：“儿啊，摔痛了吗？”“不要死了。”这就是母亲，这就是生我们养我们的母亲。“不要死了。”“妈，是儿子杀了你，是儿子毁了你碎了一辈子的信仰。”为了让天下千千万万的母亲不再遭受伤害，就让阳光净化我们心灵。可是你却丢失了一名党员干部最重要的什么？精神贞操。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永远是清白世界，别让团员毁了它。
Thank you.